今天就一直在想，我就觉得如果说靠别人的同情而博得一些就是靠别人的同情而博得一些本应该就有的那种权利，就像是比如说你在我就是就在学校里，然后我是一个特殊身份，然后别人是看不起我，但是他同情我，他就觉得啊，你可以跟其他人一样，但其实我本来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我从来在互联网上不喜欢做一个弱势群体，我不喜欢靠靠那种卖可怜博取大家的同情，我就特别喜欢做一个强势的群体，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们这些特殊群体是因为别人同情我们而给我们合法的权益，我们本来就应该经受合法的权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就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犹豫了差不多2分钟吧，我就觉得我要不要把他的视频转到我的这个主页，我觉得我应该转一下，应该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我也很理解大家，就大家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不会去就是去游行或者去干嘛去那种抗议，因为我觉得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是应该站出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他的身份又很特殊，比如说他是公务员，他是央企国企，他就不能轻易的站出来。哎，反正很矛盾，我觉得人活得很矛盾。我不算被退学吧，就是我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我博一的时候，然后我们学院就把我推上去，就去竞选国家奖学金了。就一个学院推两个人，是我是博一，然后另一个人是那个博四，然后博二理应当博二我又多发了文章，理应该把我推上去的，但是他没有推我，然后我就去问了，然后是我思想道德不过关，说我思想品质不过关，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觉得也算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吧，但是我没有选择跟他硬刚，我就放弃了，我就不想在那个环境里待着了。但是我当时我的同学并没有对我冷眼相待啊，就关键他们也不敢，他们敢的话我一定会删他，因为我当时是我们实验室的大师兄，我顶上没有师哥了，我是最大的师哥，然后所以他们面上都会过得去的，都会很尊重我，但是我在学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学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就不想在那待了。所以你30了吗？骂得很难听，家人们，刚刚骂得很难听，刚骂得很难听。然后现在唯一心情让他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减肥减的不是很成功，但是我跟他说没关系，我说人生就是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然后星星想瘦成什么样吗？我怎么跟你们讲呢，星星想瘦成什么样，他就想瘦的比我之前还瘦，就是比我之前还瘦，就是他想瘦的比我之前还瘦，就是那种破碎感，你们懂吗？就是感觉这个人站在那里就你推他一下就要倒了，他想瘦成那种纤细的样子，给自己定了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目标。那不好看，但是姐姐她觉得那样好看，我也觉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之前的身材我自己挺满意的，就是我之前的身材我觉得我自己挺满意的，但是为什么健身呢？我觉得主流审美下那样的身材不好看，我想变成主流身材下的审美啊，所以才那样。但是星星她是一个不会被他人左右的人，就是她不管别人觉得啊你好看还是不好看，她有她自己心里的标准，我觉得她活的就很好。哎呦，我之前虽然脸上没肉，但是我之前就觉得我那个身材还是可以的，就瘦瘦嘎油的。你像星星为什么想要那样瘦瘦嘎油的，就是因为我之前身材就是那样的呀，他喜欢的类型就是这种啊。我为什么现在健身我想让自己变壮一点，就因为星星之前是那种壮了嘎油的呀，其实我们的审美都没有变。那个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让我问问你那个鞋什么时候买？你直播间谁说的呀？啊，谁说的？薇薇安姐说的。薇薇安姐姐说的，我不相信啊，我不信。大家就是很关心。你声音好大。1323姐说的，我不信。真的，大家都在说，丽丽姐也说了。
没有，我这边姐都说，那个，兰姐说的，终于有人出来承认了，兰姐说的。你输了，那个鞋就不买了。你输了的话，你就再给我加一个外套吧，太过分，行吗？不要太过分，行不行？可以，哎，算了，不不不，算了，你输了的话，你就当着大家的面下单吧，反正你有另一个手机，也有某宝，行吗？好，我闭麦了。闭麦。如果打赢了这把 PK，等一会儿我就下播了，家人们，我得看着他把那个鞋买。哎，咱们要是偷，咱们就偷；咱们要是不偷，咱们就别过百，家人们，咱们的票别过百，咱们不过百还有机会。这是啊，不点赞了，家人们不点赞了，不点赞了，再点赞不行，不能点赞了，点赞也算那个票，不能点赞了，不能点赞了，不能点赞了，哎啊，不能点赞了。哦，吓死我了，咱们就卡在95这里行吗？咱们要是偷。我就说怎么没有送礼物，怎么还过百了？咱不能这么整啊，不过百就不惩罚，那咱们就只能偷他一下了，咱们偷他一下。I don't know.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好苦的，就是 I don't. 乐极生悲。拜拜。我刚碰到腿了，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然后你说了四个字，乐极生悲，非常好。没事儿吧？没事儿不行，疼不疼啊？没事儿吧？没事儿，就是你那个鞋没有办法给你买了。哎，那表情真的很欠哦！我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学他，我说你看一下你自己平时的嘴脸多气人。哎呀，也没有你气人。哎呀，没有你气人。你死！你看我跟你讲，你死。你死！哎，我今天干嘛嘞？我们两个健身完以后回来，我在电梯上，我说：“星，你怎么还不开心？”我说：“星，你怎么有点不开心啊？”他说：“因为你还没死。”就是他说的，他的原话。我在电梯里，我好心好意的问他，我说：“怎么不开心呢？”然后其实是他教练练他练的太狠了，然后他在电梯里跟我说：“因为你还没死。”就是他说的原话。我不吹牛啊，就我现在这个手，哎呀，真的抬不起来。其实是我故意买通你教练的。哎，咱们俩再打一把吧，谢谢程程，谢谢。咱们俩再打一把，你输了你就给我买那个鞋子，我输了你干让我干什么都行，行吗？来吧，我闭麦了。穿那个女仆装，你跪在我旁边给我按摩。行，那你输了，你立刻就给我买那个鞋子，行吗？你输了，你就穿那个女仆装，你蹲在我旁边给我按摩。行，好，来吧。没事，他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了，家人们。他现在已经就是他把他的火力集中在上一把打我了。他没想到我就是亡羊补牢，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没想到，开始加成了，家人们。我们现在一票顶一点五票，不管是小星星也好，热气球也好，礼花也好。鲜花也好都可以，就现在送是最合适的，一票顶 1.5 票，家人们，一票顶 1.5 票。哎呦我的妈呀，要死了要死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要不就算了吧。
那咱们要不就算了也行，没关系。杯水车薪没有用。咱们要不就算了吧，其实也没关系。其实我也不是非要赢。我们要不然我们。下播了，我下播了，我准确的说是我要退网了，家人们。今天你们看到的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场直播，我决定，我做了很久，我还是觉得自媒体不适合我，我还是想回归学习，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就是我现在吸引了，有事的话我们漂流瓶联系吧，行吗？我先吸引了，我以后转幕后了。这谢谢程程。咱们过来，快点！我在直播呢，过来做惩罚。我直播呢，那边没有网。有你拿我把手机放在门口。我在直播呢。你过来做惩罚。我滚刀了，不行，我滚刀了，不行，我滚刀了。对，你别管我了，我滚刀了，不行，你让他们网暴我吧，你让他们网暴我，我感觉被骂，我接受被骂，你让他们网暴我吧，不行，你报警吧，我没办法了，连夜趁着他还没发货退掉。我没有你那个女仆的那个裙子，我都没给你准备，我给你准备这个。你真想退网吧？你不行，你准备这个。不行，你报警吧，我也没办法。快点！哎呦！啊！快点来做惩罚。那我们连着麦做惩罚，你先回去，我给你连上那个什么。那你先把衣服脱了。你别管我了，别管我了。先把这个带上，我等会儿，这个要套在脖子下，这他妈出病也不是套在脖子上呀，这是袖箍啊，你要挨脖子上套，这个就是要套在脖子上，然后呢，你上面脱了穿这个，那不累死吗？不累，我已经弄到最大了，最大，谁脖子这么粗？你有毛病？你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 ？Always cry。我还是觉得我做不了，要不你报警吧。快点，做不了也得做。来，你先去吧，我先给你连上。我先把那谢谢程程。你换一下。你别管我了，你去吧。你快点。我得脱了上衣才能换那个。对啊，你出来脱啊。你别管我了，你先去吧，我待会连麦我就过去了。你愿赌服输的你。服输，我不能叫我大明啊。你愿赌服输，明明。你去就行，我得服输。你别管我。我这一天天我是承受罪了，有点渴了，真的是这个 PK 票没多少，还糟践我。你不是有大哥吗？你没赢，大哥今天没来。喝吧，慢一点。往前吧，这个位置，轻一点。多长时间？你是好就一分钟啊？现在还有一分钟，我现在要连一局 PK。直到这句 PK 打完，你怎么连？我给你连着麦呢。可以邀请其他人啊。有没有？不行啊。那就一分钟。不行的话，那就三分钟。就一分钟，那要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那我连别人了。就一分钟。两分钟。就一分钟。两分钟。行。
好好锤，现在算滚刀，这十秒不算，加十秒。跪在这儿帮我捶腿。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要跟大家聊天，轻轻的捏一下。你要腿，我腿的味道就收的。腿被封，没事，没事，他已经让他在这儿那个蹲着。哎，已经两分钟了。没有两分钟，刚刚是在聊天，刚不算。已经两分钟了。不是两分钟。已经两分钟了。不是两分钟。你现在练壮了以后，真的是。穿和不穿是两个样子。我刚刚看到这个还是可以的，练的还是可以的。就装啊，还能再装，还能再装。拜拜拜拜。哎，行吧，那我走了。我觉得这双鞋也没有什么可那个什么的了，我走了。走之前你要先请安，咱们刚刚打 PK 的时候说好了，谁赢了以后见面就要请安的。我是没有票，但是我不蠢。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